经历的那个画图，因为呢，淡海轻轨这边很大的特色就是它跟吉米合作，所以呢，在每一站都会有一个吉米的装置艺术，然后不同站会不一样。如果你要到淡水的渔人码头，你要在这个站下，然后呢，之后再会开通了就是淡水渔人码头的这个转乘支线。是滨海义山站，那是这一站呢，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楼上我们这边，它其实呢往上就是往那个红树林的方向呢，它就慢慢的会走上高架轨道，然后所以这边其实是高架轨道跟。